人的时候，我会认生一个高冷的人。会有点认生，也不会太拧。对了一两场之后，觉得说啊，挺好的，就是挺真实的。也是啊，从16年前跟16年后肯定有不一样，忘记他的状态上面都是不一样，所以很难，也很难，所以要先分，要在文里面再分稍微浅，就年轻跟比较长的年长，可以活歪吗？超正啊！水桶儿是爷爷古代的时候，日本人养殖的一种生态，然后一般我大概头。好，一来大一点，一来朱少进一个停步，就是他过来的时候，他过来的时候就回个礼。一。走，顺势立，抬头，二。主要是眼神，最开始就有点抓不住蓝忘机的眼神，到底是应该是无视别人，还是说应该更坚定一些？然后最后跟导演、制片人姐姐讨论完之后呢，就是蓝忘机是一个很坚定、很稳重的一个人。心里有很多话，但是又不是我话，所以就全在靠眼神。所以说眼神就是一定要给的更稳重一些，更有神一些。王一博演的蓝忘机，他的哀跟喜都会放在脸上面，他会比较放在内心里面多一点点。一博就是这个人，所以他是基本上很适合演蓝忘机。反正就是啊，我错了，我愿意承担的。首先打你的时候可能也不会要很痛楚的那种。我想问，我跪的话我应该坐下跪，还是说立起来挺起来跪？立起来，但是你碰到他有反应，你知道吗？你打他呀啊，就这样就这样，他就没事。停来，对，跟夹子，你要把你的动作拉开，表情也可以。敢问师傅，孰正孰邪，孰黑孰白？家规第23条是什么？不得结交奸细。还是立足之道。有人做过统计，说让你打一天和让你拍一天的文戏，更喜欢哪个？然后别人都是拍一天的文戏，然后我会选择拍一天的打戏，掉一天的威亚。我还挺喜欢空中飞来飞去翻跟头那种感觉。王一博是他本身是跳舞的，然后身体协调做动作特别好看，打起来的话比较飘逸。不是特别好，不要抓我啊！没，怎么给他们带手机还是给他们那个？手机放可以，大恐高没有，怎么可能啊？你看他表情就不对了。那对戏非常舒服。师姐，我还是觉得云梦的莲藕汤好吃。虽然才离开云梦没几日，但是感觉已经步入如年了。我们没有提前说好，但在演的时候就是会互相都明白到对方的点。
哎 OK 乱流的，然后阿谢刚刚鼻涕这么大一个，这样吃到嘴里，太真实了。我保证，就像于夫人说的那样，一定是对。这个勺子太现在，这道已经别的好了，怎么办？你现在下锅上没有？不能这么晚吧？这不行，蟹就到了。我也觉得，我觉得蟹到了。现在勺子没法用吧？现在拿两根吸管够了。蟹不行。不要故意的，嘴巴是这样。在我们后面，听你的。好，来，我们这里。来，告诉。现在开始。究竟该怎么办？要去也是我不该去。回来的人是我控制的温宁，杀人的是我，为什么凶手不去，却要一把刀去？让师姐怎么办？让阿林怎么办？你找我怎么办？对不起。你当这些我都不知道吗？你若是再不听话，你便拿脸回去。我问你，我炼丹房的契丹去哪儿？昨晚你的房间没人，你去哪里？激动一点，我给我帮你，这个钥匙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反正真的，这不是那么平的。我们温家的家训是有恩必报，魏公子他们是我的恩人。好了，没关系的，我们只要有血就好了，好吧，来吧，来，好，来。交给我们演。不是阿韵啊，丁波，魏前辈，你还咒我吗？是我闹，是我不懂事。都是我的错，行了吧？对于我来说的话，我能看到自己在荧幕上的表现。为什么？当时的我对于现在的我，给我回去，给我。我都年轻很多，自己还是蛮幸运的，然后能去买下这样的一部版权，然后呢从头到尾的然后去跟随他一起参与，演员一个一个的杀青了，当然哭也不舍，但是留下来的是我们共同创作的一部好作品。